很好看，谢谢夸奖。谢我家宝贝送的礼物啊，谢谢康哥，谢公子，感谢我安静不少的哥，谢谢。很可爱，可怜没人爱。小姐姐太可爱了，你都融化了，眼睛迷死人，讨厌，不要夸人家。欢迎玄子。我陪啊，谢谢公子啊，还有谢谢我大哥，谢谢我安静不少大哥，谢谢，给你一个摸摸的啊。欢迎叶孤痕。这个红色是那个印花儿，炸炸炸！谢谢你的未来我陪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宝贝们。感谢你的未来我陪送的铃铛啊，谢谢。痛啊，怎么不痛？痛死我了都。这个字儿的意思是性感女孩的意思。拾起那未燃尽的火，当你背起行囊踏上明天，光明在远方，太阳执着。朋友别想太多，生活其实就像一首歌。
一二一，欢迎加火锅吗？不选婚姻，那就半天就差这三万上3650万呢，人家今天的目标是3735万。我觉得这身衣服挺好的呀。微信的话，七个宝宝或者7000个铃铛啊。小礼物，小礼物丢了吗？在这个2:07。咱们相遇了，你来到了我的直播间。哎，
见就是一种缘分呢。俗话说得好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。所以说能不能加个微信啊，小哥哥，七个宝宝或者七千个铃铛哦。说那你就加个微信呗，你都知道很荣幸了，加微信不是更荣幸吗？